要不要啊？哎，爸，哎呀，耀庭，我跟你说啊，我这新进了一批货，我全天都得盯着验货，啊，脱不开身。你上医院接你妈去。哎呀，我这开策划会呢，我也走不开啊。这怎么办呢？算了，我解决吧。啊，你先忙，好吧？木子，我亚婷，下午忙吗？不太忙，有事儿吗？帮我个忙呗。哎呀，快点，木子，快请进，请进。你看，还得麻烦你接我出院，真是不好意思。阿姨，您还跟我客气呢，他们都忙，我也没什么事儿，您一个电话我就来了。哎呀，看看我这个家乱的，呵。快请进吧，挺整洁的。住院好长时间都没收拾。嗯，木子，今天晚上在家里吃晚饭啊，一会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哎呀，我吃不了，一会儿还要回电视台剪片子。是吗？嗯。哎呀，你说你们这个工作没事没色的哈，太辛苦了。嗯，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台里了。别别别。连口水都没喝哪行啊！哎呦，不用，我给你沏点好茶。哎，阿姨，咱们家可是有好茶。真不用。阿姨您先坐，我去开门。好好好。大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姐呢？阿姨在里边。哦。谁呀？姐，我。你怎么来了？嗨，我到医院去看您去，大夫说您出院了，我这紧赶慢赶就赶到您这儿来了。您说您要出院也不跟我说一声，其实我就在您医院四周围那儿溜呢，打个电话我马上就去接您，都多好啊。不用，我这不是有人接我吗？再说我不愿意麻烦你们。有事吗？啊，那就是吧，我想。要没事，我先走了。别别别，木子，你坐，一会儿阿姨还和你有事儿呢。快啊，坐下，坐下，坐下。姐，这他在这儿，怎么了？不合适说、啊。怎么不合适说呀？木子也不是外人，怎么不合适说呀？再说你这东西也抓着了，还想怎么着呀？瞧您说的，姐，我没想怎么着，那东西是抓着了，可我就是为那东西来的。您看，我给带来的，您看，一点都没坏，也没碰。姐，咱们两家能不能把这东西换换？为什么呀？就是这张兰找他们给看了一下，说这东西是假的，不值几个钱，说您家那个还可以。大姑，爸的东西你这么快你就拿去换钱去了是吗？不是，我那高飞不是谈恋爱要结婚，他不缺钱吗？什么缺钱呢？飞姐谈恋爱、结婚、借缺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人家木子，人家当时是证人，你也看见了，这是大飞自己挑的，是不是他自己挑的呀？哦，现在你觉得是假的了，又换回去，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有这种事儿吗？你自己动动你的脑子，你想想你，看你脑子坏了你。姐，您别生气，我知道我这来跟您说这事儿，我肯定是不要脸了。可我为我儿子，我就不要脸一回了。可我没办法，大飞在屋里又闹又哭的，这跟我这嚷，跟我这我是都我脑子快炸了，我只能来求您，姐，您就可怜可怜大飞，那可怜可怜我。您说您家
这么有钱，您拿这东西，他也就是个念一下。那我们家全指着他呢，他我们家怎么有钱啊？大姑，我们家怎么有钱了？啊，我们家这钱是偷的还是抢的呀？我们家这钱，我可怜谁呀？我发现你大国呀，你现在为了钱，为了东西，你什么话你都说得出来，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你真是连脸都不要了。我不管这东西，我儿子抓的，你有什么事你找耀廷去，我做不了他的主。不是姐，我拿着那东西去找耀廷，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这我们之间的差着辈儿呢，这你还知道差着辈儿呢？你办这事儿像长辈做的事儿吗？你还有不好意思张口的事儿啊？你我赶紧走吧，你我难受着呢，刚出院，我不舒服，我累了，你赶紧先走了，您注意身体，多保重。抽空再来看看。哎，您别生气，给您倒点水。木子啊，叔叔回来了。哎，你看我这是紧赶慢赶，还是让你跑了一趟，谢谢啊。没事儿，阿姨喝点水。哎，我刚才在门口看见大伯了，这脸色不大好看，怎么回事啊？大舅来找阿姨，说要换首饰。换首饰？换什么首饰啊？就是那天抓阄，高飞拿的那点首饰是赝品。说要跟耀廷换。哎呦，这什么道理啊？这是，这真没法说的。气死我了！什么亲情啊，血缘啊？算了，别生气了啊！这是刚出院，身体要紧。你回头你给耀廷打电话，你告诉他，他们要找他，就让他把东西给他们，咱家什么都不要。哎，别讲，回去你要让那俩知道，耀廷就麻烦了。你说我们家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回来了。哟，怎么才回来啊？哼，累坏了吧？来，坐。你这是干嘛呀？哎，真的是的。歇一会儿。看这，都是你爱吃的。哇塞，谷大爷，真没看出来你还会下厨呢。来，倒什么了呀？不是，好不好吃？我哪麻的，就是好吃。哎，高兴，把你爷爷那首饰拿出来看看。谷铁，对不起啊，那首饰我没抓着。没抓着。那事儿，咱们还得再想想办法。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啊？你急什么呀？你至于这样吗？你老是给我希望，给我希望，总是让我失望，真没劲呢你。我大舅来要东西。啊，说高飞拿的那个是假的。你的那副耳环才是真的，死活说要找你换，还说你们家就不缺钱，结果把阿姨气得够呛。没事儿吧？后来叔叔就回来了，他照顾阿姨，我就说我过来跟你说一声。都是群什么人啊？喂，表哥。干嘛？下午有时间吗？我有事想跟您商量。有，我下午有时间，下午3点要等我电话，听见了吗？高飞啊。嗯。
你要干嘛？没事。哎，你别冲动啊。表哥，来了来了，找我什么事儿啊？上次咱们分那个首饰嘛，不分一个小的嘛，我分一个镯子嘛，我就想拿那镯子换你那个耳环。为什么呀？那因为比我大嘛，你哥哥肯定要拿大。你小子要不说实话，你信不信我给你扔一下？说的是实话，你别，哎哎，哥，哥说，哥，哎，我说，我说，说说说，我啊，我那是假的，我想拿那换你那真的，真的，哎别，哎，小子，不，你那是假的？对，我回去我找医院是假的。当初首饰是我让你挑的吧？是不是你挑的大的？对，你是不是觉得大的值钱，所以你拿走了？现在你又说大的是假的，你来找我换，是不是心眼全让你使了呢？没有，哥，这样，你又不缺钱，是不是？我想拿那个折现，你跟我较这个劲干嘛？我非要跟你较这个劲？不是，你就留一个念想，你真的假的无所谓，是不是？我要是不跟你换呢？起来，别来这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小年现在就等我那几万块钱买车，要不他真跟我分手。不是，你觉得小年跟你分手就是因为你没钱是不是？那还是因为什么呀？你可真自我感觉良好。不是，真是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啊，高飞现在几万块钱，你觉得你能拴住一小年的心吗？那有总比没有强嘛。那好，你说我跟岳小年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你说说。你不是，你要是打我哈，能换也行，真的。算了，刚才我今天我不跟你说了，你回去好好想想，想明白再来找我。我想明白了，哎，表哥，我想明白了。我给你推下去了啊，再跟着我。你不换，我自个儿跳，你信不？你别捣坏。
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愿意跟你在一起吗？为什么？因为只有你跟我在一起，敢跟我吵架。再说说我自身的毛病，因为只有你跟我在一起，是没有任何目的。有你真好。也许我没你说的那么好。别再谦虚啊。就算你真的是有目的，我也心甘情愿地被你骗。是那几个人先动的手吗？你的伤没事吧？没事儿。那行，明儿啊去所里面录个口供啊。顾铁，去把这肺给交。去呀、啊！喂，妈。雪
还越有本事，学会打架闹事儿。我没打架，受人找茬。那人是谁呀？朋友。朋友，你爸又知道了一句。妈，你千万不能跟我爸说。你三番五次的问家里要钱，是不是为他？不是。我告诉你，高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赶紧跟那流氓断了。他不是流氓。回家再说。我今天回学校住。妈，以后我的事你能不能别管了？我怕你吃亏。我也没吃什么亏啊。好，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掂量着。总，怎么样了，东东？你过来看看呗。行了，你回去吧，我来接你啊。我走啊。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回家也睡不着觉，想剪片子呢。回去吧。行了，我先走了。走吧。嗯。早点回去睡吧啊。拜拜。喂，哎，高欢，我今天台里剪片子就不回去了啊。啊，好。顾铁，你要是看我没钱了，看我哪儿都不爽了，我可以走。反正我妈也说了，让我跟你分。但我还是喜欢你的。可我还不至于贱到死赖着你。我今天就听你一句话，分还是不分？我高兴不是没了你就活不了。听见我说话没啊？我明白了。铁，我走了，我真走了。你怎么了，顾铁？你这是怎么了呀，顾铁？我心里难受，我不想活了。你别这样啊！我也没说，我也没真的要走，我只是想考验考验你。我越想越受不了，没钱没本事。现在你还要离开我，你说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顾天，你别这样，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的，我一定会帮你出专辑。啊，你别哭啊，别哭。
敏姐。小米，哎，木子，早啊，还没吃早饭呢。没有，我给霍总带的。霍小婷。对啊，他昨晚上加班，我想他肯定没吃早餐，所以早上上班的时候刚买了两个汉堡。你看看。哦，那行，你先送去吧。行，我先过去了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不仅知道你在这儿，还知道你没水喝。我都跟小米说了，我说你给我买汉堡包，不给我买水喝，直接噎死我。你昨天又是为什么呀？心情不好，没事。怎么又心情不好了？齐了。有点吃不吃？行，不急了，我不吃，你快吃。擦开门。大姑，要停呢。表哥昨天晚上加班没回来。我说的呢。大姑，您找表哥是吧？那我们先走了。芳华，你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那么照看，再见。大姑，您喝水吗？欢欢，准备在你表哥这儿住多长时间呀？谢谢。欢欢，你在你表哥这儿住，我是同意的。你也知道大姑不是那种小气的人，可是你看你把一个男孩子叫到这一块住，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我因为昨天表哥在外面加班，那人主人不在，你叫人来住更不合适了呀。再说你让人楼上楼下邻居看了，人家怎么想啊？你一个女孩子和你爸妈闹别扭也有一段时间了吧，差不多就行了。欢欢，你说你一个孩子没有说跟自己的父母这么记仇的，是不是就一直就想在你表哥这儿住下去了呀？我今天就搬走。大姑没有说要轰你走的意思。大姑，您别说了。我知道这事儿我做的不好，我不应该趁表哥不在家就把安家旭叫过来。可是大姑您是知道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个家再待了，我跟我妈爸真是沟通不了。我现在没有钱，可我一直在攒钱。等我攒够钱，我是会搬出去的。今天发生的这些事儿，我无话可说。我走错事，你等一下，欢欢，你不管有什么想法，你现在还是孩子呢，有什么想法你都得跟自己爸妈去好好的商量一下。反正我觉得你一个女孩子，我是不建议你在外面自己单过。
黄欢，你干嘛呢？我可是没说让你马上就走啊。欢欢，你干嘛呀？你这样像是我轰你走似的。欢欢，欢欢，这孩子性格真是有问题。住着别回来呀、我但凡有地方去我才不回来呢。等我攒够了钱我立马就走。你吼什么？霍耀庭家不住得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房子又不是我的，别人让我走我这得走吗？让你走？霍耀庭不让你住了？是大姑不让我住。为什么呀？哎呀，没为什么，房子是别人的，别人不让你住就不让你住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好嘛，现在是连大姐都开始欺负我们家了。不就因为这房子吗？啊，什么呀，三家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家，什么事儿这是，岂有此理。我有点紧张。你紧张什么呀？你拿你自己东西有什么可紧张？喂，妈。高兴啊？有什么事儿啊？你跟爸在家吗？我们得上班呢，有什么事儿你说。没事没事没事，我随便问问，我挂了啊。去啊。那你在这等我啊。给你开的门啊，欢欢，欢欢，行了，别喊了，赌气走了。怎么还走了呢？怎么了？啊？昨天把男朋友带到这儿过的夜，我来的时候正好让我撞上。你说这个太不像话了，把男朋友还带家里来了。来，喝杯水。欢欢这孩子真是太不检点。你也不能这么说，这都什么年代了，想开点吧。啊，什么年代呀，我怎么想开呀？我刚才把你那客房的那些被罩啊还有那个床单我全都洗了。看您也不嫌累的话，我送洗衣房不就得了吗？送什么洗衣房啊，这孩子脾气还挺大呢，我刚才说了他两句，拿着行李就走了。他
他那么好面子，还让您赌个正着，不走才怪呢。走就走吧，爱干嘛干嘛。行行吧，别生气了，别生气。找我干嘛呀？我是怕你大舅还有大飞他们因为那个首饰的事儿，怕他们来找你麻烦。不能啊，我能应付得了。行，你能应付得了就行了，我回去了。别呀，妈，你刚来坐会儿呗。我得给你爸做饭呢，来半天了都。行了行了。哎，你不吃啊？等我干嘛呀？欢欢回来了。欢欢回来了，好啊。哎，你出去了。好个屁，让人给赶出来的。耀廷把他赶回来了。耀廷赶他那倒好了，你姐跑到耀廷家把欢欢给赶出来的。我姐？原先还以为他是好人呢，现在看一路货色。合着是咱家把房子占着了啊！这三家是变着法儿的欺负咱们。不是你没问问欢欢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可问的呀？还，你好多事儿啊，你先了解清楚了，你别乱下结论。你，哎，我说高二国，你最近这话里话外的怎么开始维护起你们家人来了？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理亏了？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这现在房本还没下来呢。你别最后落了个鸡飞蛋打，啥也捞不着。我下午还出车呢，你让我吃不吃？你给我拿双筷子行不行啊？吃。海平，海平，海平！哎呦，这什么事儿啊？非得叫我回来？这不能电话里面说啊。三国。你有没有动过高兴名下的那10万块钱存折啊？存折？我动那玩意儿干嘛呀？我怎么了？那张存折不见了，其他的还在呢。不见了？啊，是那个蓝皮那个吧？对呀、啊。你没好好找找的？哎呦，都找了，平时存折就放在这盒子里的。不是。那你回来的时候门窗是关好的吗？关好的。这见了鬼了这个。上午高兴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上，我再回过去他不接了。他大概几点钟？10点钟左右。那会儿他也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什么？他问我们在不在家，我就觉着挺奇怪的，他问这个干嘛呀？甭问了，肯定是他拿的。这个混账东西！我现在就报警去。哎，三国，别报警啊！你这样把高兴给害了。10万块！10万块啊！偷东西偷到咱们俩头上来了，你还护着他是吗？哎呦，三国，你先别着急，先把高兴叫回来，问清楚了再说嘛。行。我告诉你，这回你不许再护着他了，要不然我连你一块收拾。我告诉你，你就帮我做个小童就行了，好吧？那个价格嘛，能多便宜就多便宜，实在不行的话呢，哎，没事，钱也不是问题，好吧？啊，谢谢啊，真有意思，高兴。养了你这么多年，就为了让你回家偷东西是吧？上这么多年学，你都学什么了你？高兴，赶紧把存折还回来，不然你妈也保不住你，你爸会揍你的。我没偷，那是我的存折，都写着我的名字呢。你说什么？是写着你的名字，但那是家里的东西，没经过我们同意就把它拿走了，你说你对不对？那我跟你们要，你们也不给啊！少废话，我就问你，镯子呢？镯子呢？在我家呢。现在就去给我送过来。那是
是我的东西，我凭什么送回来啊？你送不送？我不送。送不送？那我给你们写张欠条，算我贱了。野男人偷东西偷到自己家来了，你还拦着他？我打死他！我的！哎呀，放下我！你干嘛呀你？啊！东西，你把我东西拿回来呀！不然你妈保住你了，你知道吗？我求你了呀，你救我！你救我是吧？你干嘛呀你还想分手呢你啊你疯了就怪着他吧迟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